嗱，啱啱有個問題咧，就係話，即係有人咧喺祈禱咧又好好啦，好經歷聖靈啦，點樣知一間去為一個有問題嘅人祈禱咧，跟住嗰啲人嗰啲邪靈又影響自己啦，或者同啲人相處，佢哋本身有邪靈或者情緒嘅，同佢傾偈又受影響啦。嗱，呢個咧就係個破口冇堵住，就係我哋裡面受人影響啦。如果你嘅生命係冇呢啲破口，生命處理不受人影響，即是說我們珍惜我們的生命，珍惜我們可以怎樣祝福人，於是呢我見到人我憐憫他，但是我不會孭實他的擔子，還有不會因為他而憤怒啦、激氣啦，而是我接受他是這樣的，我就是想幫他。當你在這種的神的同在又處理生命又潔淨的時候呢，就算有人有問題呢都不會去到身上的。其實我跟人講邪靈經常都講的，即差不多個個禮拜都有得做的了，但是我都沒有發現這些情況，就是你的生命處理到和學到不要打低了先再起身，即是很多人怎樣人家講的話打低了、祈禱祈禱祈禱慢慢起身，是他講的說話我只接受了，人就會講傷害人的說話，我就不覺得一回事。有一種有些人呢，有些人呢是會敏感靈界的東西，但敏感靈界和你自己好像受傷是兩回事，即是你感受到他的憂傷，但是 你感受憂傷而你是的，就是他影響到你，就是說你沒有破口的時候呢，你只是知道但你不會受傷害，即是你不會因為這樣你又入回那個狀態又要做釋放，是因為你仲係受緊佢影響，所以咧你就嚇、所以咧就會講完邪靈，自己又要釋放。咁呢個就係我哋需要，就算講邪靈都係㗎，我都係好輕鬆嘅狀態。點樣咧？享受神，耶穌喺度愛緊我哋，哈利路亞！感謝耶穌。我都叫嗰個人咧，我講邪靈方法同好多人係好唔同嘅。好多人就強調好似打仗咁，咁但係我話耶穌已經打完個仗㗎啦，打贏㗎啦。所以我講成日好開心話，你諗住耶穌幾好咧，好開心，耶穌得勝嘅，奉耶穌名吹出嚟就得嘅，即係好輕鬆嘅。所以我做嗰時候我都好享受嘅，我唔會話好辛苦啊，死啦！一有啲負面，總之啲咁多負面，點解咁耐都唔趕走嘅咧？點解冇反應嘅咧？即係當我一諗呢啲嘢咧，你就已經受影響，就即係個思想意念裏面咧，盡都係正面。成日都是正面的，有耶穌看住我有什麼擔心呢？有耶穌愛我還有什麼擔心呢？這樣的心態 就不會受影響。